我这很肯定很多鸟趴的那边是在孵蛋的。我照了，我刚刚在那照了一个。都照了吧？咱们从那边坐那个去。走吧，它里面放了一个草，闲来的草，然后一个窝。你看，仔细看，它旁边也是也都是说绝对不是土石石头，都你看都草坑了。你看俺爷爷那就在这儿旁边好像守着嘞。啊，就守着嘞。那没守着，可能不去逮东西吃去了。这是还有来。摩托车的吗？我们能骑啥？上去一下。不让照，不让照。那老姐长得好壮，真的壮。不会吧？他真的买了耶！对吧？拉上好。
家店自己好的十块钱，但是我如果城市买的话根本不要十块，就是六块到七块就可以买到。太小了，只有它一半，它没那么大。你说这个多少钱？你说这个多少钱？十七，十五。上去。